哎，在吃完这个沙县以后呢，这有个福利彩票，咱们今天去花100块钱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花100，赚个5万就好。有点多啊，各种各样的。这个100万了，这个就50块钱。我就50块钱一张啊，你就买一张50的，然后20的有吗？这六坨都是20，哪个比较好看？哪个比较好看？玫瑰之约买一张。这个是10块的吧？20块的。这是20。这个10块，正当红。这个呢？这也是。这买一张10块，这5块的有吧？三个5块，再拿2张。多少钱？给我算一下。50，刚好100。刚好100 ，OK， 那就买这。OK， 1张、2张。3张、4张、5张，一共5张。那我们看一下能够开出多少钱啊？先从这个最小的开始吧，这个是5块钱，面值10块，面值10块。好，这两张5块的开始啊，面值5块的。这个玩法呢，就是一个中奖号码，如果我们开到跟中奖号码一样的号码，那就说明我们中奖了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中奖号码是多少？01啊，01是一个吉祥数字，1号。我们这一列，有了，这张最起码是一个回本啊，看是多少钱？5块回本。好，再看一下，再有01就是赚。来，00000，这个是啥？07，这又没有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来点机会，01，16，没有了。那这张5块的成本回了5块，不亏。然后第二个中奖号码是10元，看一下，10，第二列也没有。直接宣告，还有3排、4排、5排的机会。10101010109101010，这一张要完蛋了。14，妈呀！12，不太行啊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个数字，看一下，11110，看见没有？10。哎呀，16，哎，看一下这中奖奖金到底是多少？你看，我跟这个1000擦肩而过了。如果它是个10的话，就1000块钱奖金了，真遗憾，太遗憾了。那这张，这张5块的放兜里，放边上。OK， 现在来到了10块，最高的奖金是高达300000元。啊，中奖号码在这儿，有2个红灯笼啊，有2个金灯笼，分别是10和02，1234，共有12个号码，我们看一下，任意中就可以，05、09、03、06。一，这个是个一，如果是个零的话，那我们就中了。看底下奖金，你看这30万，都错过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底下，这个又是个一，现在奖金多少？50，哎，30，应该是中30的。又是个11，只差一位数字了。OK， 再来。哎呀，像商务再说了吧，我们不起来了。你看，挣500，是不是？很有机会啊！如果是个零的话，我们就中500了。对啊，来看一下。十四。最后一条，先把奖金刮出来。这个10块，这个奖金10块，很有可能这个就会中，因为它中10块的概率是很高的。没有毛病。这30。500、50，现在用排除法，50应该是不会中的。16，你看，500也没中，30，
也没中，那这个十块是很有机会的。一零，哎呀，亏了！现在我们已经刮了20块钱，亏了15，中了1万。另外一张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这是一个福娃，66顺。这个玩法呢，玩法一中奖号码，玩法二是，这个什么？有如果有一个这个福娃的话，那就有10块钱；如果有6个的话，就有500。那全是这个福娃，我们就500块。OK， 先刮号码，13跟12。好，现在来，先把这个金额给刮出来。哎，这个25000，25万，这个25万肯定是没有希望了，退掉，没有。这5000，希望不大。26。500，21，100，28，一个没中啊！问题是这个福娃也没看见。好，10000也是没有机会的，20有没有机会？12，差一位数字啊！19。25、24、08，这张又废了，30块钱只中了5块，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！最后还有2张啊，这个是一张20的，我们希望他中个200块，那就回本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最高奖金是高达100万，20次中奖机会。好的，这个玩法第一呢，就是如果刮出这种玫瑰花的符号，既可以获得对应下方的奖金。哎，我们先刮这个。哎呀，没有玫瑰花，这没有玫瑰花。这菊花，这个小黄花，这个还是菊花，好样的，2朵菊花。那这个第二个呢，就是玩法二，刮开覆盖膜，如果出现3个相同的奖金额度，即可获得该单一奖金，也就是我们刮出来的数字一样就能中奖。3个就可以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你看，都2个，1000也没有3个，100也没有3个，500也没有3个。第三种玩法，就是刮开之后呢，在同一局游戏如果出现3个相同符号，即可获得相应奖金。好的，刮开。哎呀，又不一样啊！看，这不一样，一样。哎，这3个又不一样，感觉我又丢了20块钱。下面还是不行啊，好难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最后一个就是中奖号码相同的话就对应奖金。11和13，我们现在来飞土机，哇，直接来个追。哎，11中了，保本了，20块。你看这个是11，这底下还有没有机会？11、11、11、11、14、13、14，中奖号码是11，奖金是20，保个本儿。现在已经亏了25块钱，就是对半吧，还算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最后一个价值是50块钱的大彩票一张，看50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玩的，应该是玩法一。刮开膜之后呢，如果出现任何奖金金额，即可获得该奖金。中奖奖金兼中兼得，中奖奖金兼中兼得，也就是刮到多少就是多少，刮到10000就是10000，这个数字很厉害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00万。这里啊，第一个地方我们刮，来刮，中多少就中多少。如果只要它这里是数字的话，我们就中奖。来，怎么？美满、富贵、甜蜜、福气，底下还有钱啊！你老祝我开心，我怎么能接受呢？不给我钱，只祝我开心。底下是吉祥、开心、喜悦、幸运，幸运呢？有的幸运呢？
OK， 第二个玩法呢，第二个玩法就是刮开这个膜之后呢，出现三个相同符号即可，就是相同的符号呢就可以中奖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一局，一局局玩啊，第一局在这一上面，这是个钱包，第二个是钻戒，第三个是钱包。哎呀，没了。第一个钻石，第二个钻石，哇，要来了。第三个是不是钻石？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。这怎么变成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钻石吗？好像是瓶香水啊，老哥。哎，你看，我离这个十万只差一个钻石。我，哎呀，你看，如果是三个钻石的话，我就中十万了。好，底下，包包，钱。包包，哎呀，连六十都不让我中啊，兄弟！下面还一次机会啊！第一行，没了没了，这两不一样，直接都不用看。第二局，四叶草，哎呀，又一个铜板，又一个四叶草，又不行，三百块又丢水里了。然后包包包包，两个一样的。我们先看一下金额，金额是多少？100，我觉得有可能中啊。再来个包包，哎呀，怎么变成金条了呀？你看，金条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又没了。50块，只差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玩法三，这里是刮开任意一个号码，跟我的号码跟中奖号码相同就可以中奖，直接来。中奖号码是多少？中奖号码是多少？中奖号码呢？中奖号码在哪？中奖号码在后面吗？我的号码，哎，这听不懂了，先把它刮掉。中奖号码是17，十七在哪里？完了，50块钱丢水里了。搏一搏，最后搏出了什么？哎呀，你看，17，然后没有17，没有17，那这张50块钱的呢就没了，没了，一共呢中了两个。我怀疑坏人就拿钱。这张很快。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这个11、11、20，也就是我们花了100块钱，中了25块钱，亏了75块钱。哎，这原产，小弟，来，来来来。哎 ，boss， 哎，中了10块。中十块，对，你这一波已经回本了。好的，你回本，没亏。OK， 哎，这个彩票可能就是这样子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对中国的福利事业呢出了75块钱。好的，那视频到这了，希望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哦，拜拜。你看我的手已经刮成黑的了。